来面条，就是转着，都是转着圈喝。嗯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带您探的这家店叫大兴胡同面茶，但是它可不是在大兴，是在交道口。这家说是探店，其实连个门牌都没有。咱们导航大兴胡同面茶，到这个院门就是了。看准了，是大兴胡同七号院。我们那个一边吃一边也做个视频。别跟这吃，拿走。好家伙，这大爷还挺横啊。来两碗吧，来。好。这家是早上6点开到中午12点。5块钱一碗，很快就端上了。看这上边，二八酱，老北京的二八酱就是花生二，然后芝麻八，按这配比弄成一八酱，叫二八酱。下边是这个小米面，特别细，弄成的这种糊状的这个东西。我来一口，一口下去，甜香结合，特别浓郁这个味道，这口感。咱们外国朋友吃了，可能感觉会跟土豆泥有点像。我这讲究喝法，嗯，哎，老北京人喝豆腐脑，喝泡面，喝完面条就是转，都是转一圈喝。干干净净一碗下去，这一上午都顶事儿了。